一会儿现场说明了那个队伍啊，上面大概有四五页的内容，说明了在场地。 难度就大了啊！这个在 NBA 好像最多也就是三个球在外国。现在我们这个队长他可以最多做五个球，现在就是三个球的肩上，难度比较大。这个队曾经失误过零次，在表演期间啊，喂，已经对这个外援莫里斯已经。